手上拿着的是什么呀？我的屁股！接受炫彩精灵露露我的水枪吧！好啊，我也要拿出我的水枪，等着。好啊，等着就等着。小心一点，努努。拼图都拼好了，不是那里呀？啊，这里没错呢。阿露知道的，是这里。看吧，我说不是吧？是这里呀，我说对了吧？切，阿露也知道的，也可以拼对的。我等累了就进来了，努努，你还没找到吗？快来和我决斗，快点！啊，好吧，就等到你找到的时候吧。那是我的，你怎么随便吃人家的东西？小气鬼，我不吃了。阿露，你虽然现在不把我放在眼里，等我和努努决斗之后，你就能看清炫彩精灵露露酷炫的样子。要不看见书等他吧，我来看看。努努，快点找啊，快点！哎呀，我看看，这也不好看。就没有什么有趣的书吗？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。什么呀？露露太过分了，我还没装满水呢。不行，嘟嘟借的拼图。别碰了，我在家里玩水枪的。我不，我就要玩。嘟嘟接招吧。行了行了。投降吧，努努。很疼吧？没事吧？这都不是事儿。我可是炫彩精灵露露啊！我也没事。家里乱七八糟的了，都怪露露。露露，切，玩别的不就行了？巴浪巴浪，巴浪巴浪，快！巴浪巴浪，巴浪巴浪。啊，别这样！啊，别这样！好吧，我也来。不冷不冷，冷不冷？好了好了，我们把这里打扫一下，出去玩吧。
别这样，好痒！好了，得清理一下。对不起，阿洛，对不起。阿露，我不是故意要摔在拼图上的，所以啊，口干了，要喝点水了。都要拼好了，哼！要我帮你拼吗，阿露？不需要，讨厌！阿露可以自己拼。这一块你来拼。阿露，谢谢。该放在哪里呢？啊，这里。哇，现在还有三块就完成了。好爽啊。什么？还有三处是空着的，再这么下去要熬夜了。不劳你费心，马上就好了。你也没有拼图了吗？阿露，我来拿拼图了。阿露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啊哈，嘟嘟，哎，拼图都拼好了吗？啊哈，差不多拼好了。啊，不行。家里太乱了，嘟嘟，你要进来的话，恐怕会更难打扫了。你能在外面等一下吗？知道了。去哪儿了呢？在哪里呀？看来是讨厌阿露，拼图自己逃走了吧？都怪露露，我怎么了？就是露露，你到处喷水，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，所以才不见的啦。嘟嘟要是讨厌我，可怎么办？我给你找到不就完了？别哭，阿露。是啊，大家一起找找看吧。这里也没有。这里太乱了，找起来肯定很难，这得找到什么时候去呀？再拼三个就行了。是啊，就像每一块都在对的地方，才能看清整幅画的拼图。把这些东西都放回原处，就会找到拼图了。好主意，努努。好，炫彩精灵露露，我会全部整理干净的。这个放进玩具箱。这里还有呢。不行，兔子喜欢抱着我睡觉。饼干要放进肚子里。书要放进书架。这不是拼图吗？哇，我找到一块了。我也找到一块了。在玩具下面呢。那么就有两个了呢，得拼上去呀。可是还差一个。
再也找不出剩下的一个了。阿露，娜娜，还没清好吗？怎么办？阿露，娜娜，我不管了。好。快看！找到了。我进来了。还没拼好呀。再拼最后一块呢。这里。哇，好厉害。阿露和娜娜把拼图全拼好了呢。哇，真的好漂亮啊！真是了不起，阿露、娜娜，大家不也帮了我们吗？谢谢大家啦！是呀、哇，肯定很好吃，谢谢款待，谢谢款待。这是面包叔叔做的饼干，肯定很好吃，多吃一点哦。好。来，吉吉。蛋卷就这么些，再也没了。是的，还有，反正你没法赢过炫彩精灵露露我的。重新来，重新来。阿露不哭了。对了，我们来比些别的吧。别的。我们分组，然后来一场比赛吧。好，嘟巴嘟巴村的大才子麦鼠来帮你们。好主意，努努。分组，分组。但是怎么分组呢？分组。我要和他一组。小杰速度超快的，露露力气超大的，我们一定会赢的。努努，你也要加入我们吗？我和阿露一组吧。阿露也很厉害的。阿露厉害厉害。那么娜娜和我们一组吧，娜娜很聪明的嘛。好吧。迪迪，你要跟我和阿露组队吗？怎么样？好。那么我们就开始比试吧，出发！出发！好，嘟巴
杜巴村的趣味竞赛就要开始了。努努、迪迪和阿路组成的白队。下一个要介绍的队伍是小杰、露露和娜娜组成的蓝队。两队将展开精彩的对决，第一场比赛就是糯米糕接力，预备，开始。不愧是精巧又敏捷的小杰，开始领先。快跑，很棒，小杰。好，果然是一队的，就是这么厉害。小心一点，我可是炫彩精灵露露，放心吧。加油，皮弟。小心点。皮弟的糯米糕掉了。捡起来！快点过来呀、看好了，我也赢不了炫彩精灵露露我的。蓝队已经最后一棒了。快点！白队的最后一棒也出发了。白队选手很快就追上了，快点跑，别走啊，跑起来。做得好，阿路，加油。好了，娜娜选手先冲破终点线。做得好，阿路。是啊，真的很棒，但是还是输了。就说了你不行。白队对蓝队，现在比分0-1，下面进行第二个比赛。这个比赛叫接住糯米糕，绑着腿跑过去，拿起篮子接住队友扔过来的糯米糕，先回来的队伍获胜。预备，出发！怎么这么慢？快点跑起来！咱俩速度一致才能跑啊！你一个人怎么跑？就这样。蓝队不能好好跑起来。白队马上就要到接糯米糕的线了，快点！阿路，扔吧！我扔了。怎么办？左边。放心吧，阿路，你随便扔，我们都能接到。你就扔吧。配合一下我呀！快点扔过来，快点！知道了，接住。我来接。凭什么给你的？活该。白队扔出了最后一个糯米糕。哇，都接到了。快跑起来呀，露露，小杰。白队过线，接住糯米糕的比赛白队获胜。都怪你。没事吧？你要是好好扔就没事了。这都是什么呀？我赢了！现在是1-1。大家太棒了！好了，现在比分1-1，接下来的比赛将决出胜负。来，向着最后一个比赛场地出发。
后一场比赛了，这场比赛考验的是大家的协作能力。大家如果不齐心协力，是绝对没法赢得比赛的。扔出篮子里的沙包，然后打中葫芦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哪一边的葫芦会先被打中呢？我们期待一下。现在比分1-1同分，在这场比赛中获胜的队伍就是今天比赛的优胜队。来，大家注意，把沙包往一个地方投。对了，就是这样，我们要齐心协力把沙包扔向同一个地方。我们先喊1、2、3，然后同时往葫芦下面扔。就是说往那下面扔的意思吧。1、2、3。哇，打中了！白队的葫芦率先被打开，真好啊！露露，露露，我们也像努努他们那样，一起齐心协力试试吧。是啊，我们也帮你们扔。一个人扔的话会很累的。胳膊痛痛。好吧，但是不是因为我不行才找你们一起扔的，就是觉得一起扔会比较好才这样的。1、2、3，我数到3，大家一起扔。1、2、3。好，在大家的努力下，蓝队的葫芦也打开了。